好啦，咁啊，香港怎麼辦呢？咁啊，包括就係突然間放暑假怎麼辦呢？咁啊，我哋所以今日咧就要嚇揾阿何漢權校長同我哋講下。歡迎，因為疫情就好反覆啦。咁本來都仲諗住有啲市後活動，啲市後活動又諗住係追翻啲即係進程噶嘛，補下課啊。咁而家就突然間咧又忽然間放暑假啦。但又不是真的暑假嚟嘅喎，嗰頭放完暑假咧，嗰頭咧就已經電子郵件就收到暑期作業㗎啦嚇。咁究竟即係喺教育界由即係農曆年假到暑假呢段日子係即係學習咗啲乜嘢嘅咧？嗱，因為我哋負面都去睇，就係話搞到啲家長、搞到啲老師、搞到啲校長，跟住啲學生嘅無所適從，咁呢啲就好多傳媒講過㗎啦。但我哋叫香港怎麼辦嘅話咧，就係咁點先？係咪？學到啲咩先？係咪？即係校長學到啲咩咧？其實咧，我覺得就我自己讀歷史嘅，就講兩樣嘢嘅啫。你話學到咩？第一咧就講嗰個變啊。即係個變化咁樣，即係你由頭先所講由農曆年開始，一路到依家咧，嗰個疫情咧就即係不斷咁樣變化啦，咁樣咁你要點樣去適應啦？就你要你嘅 IQ 又好 ，EQ 又好，而家叫做 LQ 咧，學習個知識又好，咁呢個係變啦。但另一個咧，我又覺得咧係要講常嘅，常係咩咧？就講一啲嘅價值觀。嗰啲就話我哋點樣係互相尊重啊？我哋點樣咧係守法啦？我哋點樣係我哋話係仁愛啊、和平啊？咁係呢兩個共幹嘅啫。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就今年咧就我哋話2020年啊，或者再講2019年啦。咁我哋嘅老師同我哋嘅學生，乃至於我哋嘅校長咧，其實就真係既要應付咁多嘅變化。去年是社會事件，現在是那個的疫情，又想都想不到又會是反彈的，現在這樣是吧，就去面對。我覺得就校長怎樣去學習是更加是不單單學校裡面，想學校外邊透過那個即係網上的媒體去點樣去管理好間學校？這個管理好是一個係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啦。這個校長你學到乜嘢咧？係學到幾多嘢嘅？但係其實係咪真的可以咁常咧啲嘢？因為其實日日都好像很不正常咁樣喎，而家。所以呢個咪就係學唔學到嘢嘅問題咯。我覺得即係。我不敢講話咩千年一遇咁誇張啦，啱唔啱啊？但係咧，都17年一遇，係啦，你8年一遇都得。你由2003年嘅沙士到依家，咁就比沙士更加嚴重。係得。咁我覺得就學校裏邊校長同老師同學生嗰個互動啊，其實更加係緊要嘅。譬如話學校長，我知道啦，譬如你都換咗工作崗位啦，係咪？你就搞緊國史研究啦，咁我唔知係咪慶幸咧，就話你唔係原來喺嗰個即係中學嘅體系個崗位嗰度啦嚇，而家睇翻轉頭咁樣。但係我又覺得，譬如話喺初中學生成長嘅階段嚟講，我自己諗翻啦，哇！我嗰陣時初中遇過啲咩大事咧？咁我真係好模糊，就係記得一樣嘢，就係嗰陣時暴動喎咁樣。我就諗翻，喂，若干年後，而家啲初中學生諗翻起咩咧？就係社會事件，哇！加埋個疫情喎，咁都幾弊嘅。咁我又覺得。未來有很多新的變化，可能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因為動亂的關係，是要接受一些新的常態。其實我們教育界的持份者準備好未的呢？都不能夠說你準不準備得好的問題，而是你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覺得就在那個面對的過程裡面，我覺得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我剛才說變和常的學習得到的。我覺得譬如說學生來說，過去唉，即係你有陣時叫佢翻學咧，佢硬係即係千斤重咁樣嘅，係嘛？但係而家咧，你經過疫情之後咧，或者之前嘅好想翻學啦，佢真係好想翻學嘅。咁有啲嘅情景咧，就真係翻到嚟一見到老師啊，見到學生啦，嗰種嘅同學嘅友愛啊，對老師個尊重啊，都唔少咁嘅個案出嚟。我想講咧，就我有個朋友啊，教書啊，佢又觀察到咧，有個女同學咧就好唔開心。個原因係咩咧？農曆年之前咧，隔離位個男同學係矮過佢嘅。到今次翻學幾個月後，哎呀，佢高過我喎，佢矮過佢。呢個好普遍，我契女都係咁，即係翻到學校咧，覺得好突然之間。所以咧。
某程度上咧個身高咧就係個變啦，但係會即係男仔或者男同學嘅平均高度。可能讀完中學會高過女同學咧，呢個就個常啦，因為呢個經常會見到嘅。我又想加一個就係忙啦，因為咧喺呢個疫情底下，邊個忙先？家長好忙。哦，忙碌個忙，忙碌個忙。老師都可以係好忙，老師都要係好忙。我覺得咧，任何嘅情景之下咧，其實越盡責嘅老師咧，佢都真係好越忙嘅。係。大家真係唔好以為咧，呢個疫情裏邊咧就。校長啊，做嘢少咗啊，老師做嘢少咗，關佢少啫，少咗，唔係嘅，啱啱相反嘅，係你諗下嗱，你而家特別係翻學啦，過去一段時間翻學，咁啊，但係有啲咧響深圳裏邊又翻唔到嚟上堂嘅，咁佢咧就要準備網上同埋實。睇個教學係要一齊進行嘅，嗱咁嘅話咧，你要兼顧唔係單單喺嗰個課室裏邊喎，就係距離課室係好遠好遠嘅一個地方，佢都要兼顧喎。你知啊，如果兼顧唔得嘅話咧，就你喺課室裏邊咁啊 OK 啲學生覺得你好照顧我，咁耐翻嚟咧好照顧我，但係有啲咧就因為仲喺深圳裏邊住啊，都成幾萬學生嘅，啊咁佢覺得喂，咁我網上靠你完全唔理我㗎，咁樣咁所以。佢啲無論係目光啊，無論佢嗰個講嘢嗰個內容啊，佢要兩邊都要顧到先得嘅。咁呢個係個新嘅技術嚟嘅。阿柯 Sir， 我想問一問，我自己就咁睇上去咧，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突然之間咧就變咗一個網度教學咧，就為之好重要。係。咁我成日都想問呢個問題，就係即係話。其實之前大家冇乜點充分預備咗網上點教學㗎，咁好啦，而家殺埋身，即刻要網上教學啦。咁究竟喺整體上邊嗰個準備，或者而家做緊嘅工作，你覺得遇到咩挑戰？同埋其實本身係咪唔怕嘅？唔喺學堂教，上網教一樣嘅啫。咁即係我想知道一下啫。我自己睇咧，大部分老師啦嚇，咁就。當然任何個行業都有良莠不齊嘅，但我覺得咧係整體嘅老師咧好認真面對佢過去都唔在行嘅網上教學，冇錯啊，咁佢咧就會即係學校裏邊有啲嘅都係網上嘅高手嘅老師嘅，佢就會盡快去請教嗰啲老師。有冇嗰啲對唔住？有冇啲堂係啲老師真係要上學習下點樣喺網上教學？有，所以我咪話咧，老師本身喺今次嗰個疫情。咧，頭先阿黃肯話學到啲乜嘢咧？其實我哋話教學不外乎咧，佢嗰個學科知識咧，佢課程知識咧，佢教學方法知識咧，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佢資訊科技嘅知識。嗱，咁樣今次喺嗰個疫情裏邊咧，因為都真係好長時間啦，而家又嚟咯啊！咁佢就喺呢方面咧係即係焗住佢要上戰場學習。咁有啲咧學校裏邊咧，佢哋自己組織學習嘅。咁另外咧有啲咧就請外邊啲人嚟咧，係教佢哋咧係點樣嗰個更加係豐富網上教學技巧。呢個明白。咁我又想問多句，咁同學們係咪已經 ready 要接受喺網上邊見到個老師教學咧？就同學嘅適應能力咧，我覺得佢比老師高嘅。我就反而係咁樣少少，我預見咧，我就驚啲同學仔佢上親佢個網咧。都是歡樂世界嘅，佢突然之間又係個上網，然之後係一個嚴肅嘅教學世界咧，我相信佢有可能未必係可以攞到一個好正確嘅平衡線。佢話我而家見到呢個係上堂，而呢個唔係我睇開網上邊一啲某一啲嘅，我好似我啱啱講嘅少少大娛樂性嘅搞笑嘅嘢。嗱咁嘅，呢個有冇同同學喺都有經過咧？會嗱，你提出一個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咧教學呢樣嘢，你教學呢樣嘢咧有陣時我咁嘅，就有陣時勉強咧，有陣時會有幸福嘅。啊，個問題就話咧，你點樣準備？我第一次聽，一定要細耳恭聽。你點樣去準備咧？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同埋咧，老師本身咧又唔係我哋想象中咧係咁悶嘅教學。咁佢都知道網上咧有陣時你網上佢走咗佢都唔知道，你都唔知道一班就30人咯。咁佢走咗去咁開著佢啊，咁佢唔知道咁嗱。係啊，其實唔見齊。就老師本身個教學嘅技巧咧，要日新又新，呢個係一定啦。第二咧嗱，都係睇頭先我所講啦，嗰個常嘅問題，平時嗰個學校咧同嗰個師生關係點樣，同埋學校嗰個即係講得比較硬啲啦嚇。
叫做管治作風係點樣？會唔會咧？網上教學就係你都唔使旨意，即係一撳任制30個就已經走咗29個啦。喂，咁都有可能喎。係啊，係啊。咁但係你睇間學校個文化係點樣咯？好適應嘅，其實依家啲同學，即係睇下我自己，即係有多朋友有細路仔啦。其實每一個學生個書台咧，你係見到咧，連咗好多嘅密碼喺度嘅，就係佢哋係喺好多唔同嘅教學平台嗰度有佢哋自己户口要去學習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就係我哋點樣去支援一啲家長去學。係，唔係我諗嗰個問題咧，就唔係常同埋變咁簡單。而是常變的啲嘢啊，即係嗰樣先係重點嘅。咁所以我諗翻嚟，我哋就話除咗個教學嘅環境，個社會環境都係常變嘅，係嘛？咁我哋應該係點樣面對呢？就唔係淨係學生，唔係淨係家長，唔係淨係所謂教育工作者，其實即係點樣係跨世代一齊去面對嗰個常變嘅環境先係個重點。咁翻嚟繼續講。好，咁啊，翻翻嚟再同阿韓權校長講疫情底下嘅學習啦。微觀啲睇嘅就係即係學習嗰個模式啦。但係疫情底下其實仲有啲宏觀啲嘅嘢要去學習啦嚇。咁當然你話而家我覺得都唔理想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係點樣將一個實體課堂嘅環境轉咗去網上學習。就去做嘅啫，但如果你真係要去即係熟習一個變化咧，你其實係諗，我一開始係諗喺網上學習，我應該點做，係嘛？你個起點話我盡量 adjust 啊，調整翻我實體嘅嘢去到網上咧，其實你始終都爭啲嘅。但你一開始咧就喺你諗，喂，其實我就係對住嚇網上學習㗎啦，因為你嚟緊好快係九月嘅啫嘛，講下九月㗎啦，係咪先？對於啲學生嚟講最明㗎啦。點解暑假咁短嘅？無論你幾提早放暑假同埋幾次放暑假，暑假永遠都係太短啊嘛，係咪？明白。咁所以，喂，其實九月可能都要諗噶咯喎。你諗下，就算話大學生，即係世上最勁嘅幾間學府，劍橋好、哈佛好，都講到明啦。你預我出年全年都唔會翻嚟，即係 campus 上堂啦，嚇。咁啊，第一季啊，一定唔會噶啦，啊，咁跟住點咧？咁可能全世界都要諗呢個問題噶啦，係咪？即係唔係而家？就話盡量去調整翻去網上學習呢一樣嘢㗎啦。嗱，其實就我覺得咧有句説話叫做咧係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咁你而家嗰個疫情係咁樣發展，我估計咧口罩嘅年代咧就即係一路咁落去，常態㗎啦，揮之不去。咁咧就其實嗰個嘅網上教學咧，我覺得咧喺過去呢半年裏邊咧學校的同工啊，同埋家長啊，同埋學生咧，佢哋係不斷個摸索裏邊咧，其實不斷咧都係有好明顯嘅接受度同埋個認真度噶啦。我舉個例啦，就我所知咧，好多嘅家長啊過去，你都唔使指意佢同你網上去開家長會啊，就但係依家咧嗱，啱啱過冇幾耐啫嘛，好多學校都有咧，即係中一新生，特別中一新生咧，佢哋好緊張嗰個嘅小朋友點樣開展六年嘅生活，咁但係又翻唔到去開家長會啊，嗱呢個家長會好緊要嘅啊，咁樣咁就咪開始網上咯，咁網上校長啊、副校長啊同埋啲老師咧係講學校嗰個嘅傳統啊，嗰個開科係點啊？中一又點樣輔導，去到中六又點啊？即係就我所知咧，絕大部分嘅學校咧都係即係到響個機側邊去聽嘅率咧係95%以上嘅，好多學校都有啲學校直情係100%都到齊嘅。咁我覺得咧呢個係即係。係繼續咁樣去優化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咧，無論如何點都好咧，實體我可能我比較保守啲啦，實體點都比網上係好嘅。唔係，我都覺得需要嘅。喂，我哋細個嘅時候聽過孟母三遷嘅故事啦。喂，學校嗰個環境好重要噶嘛？你諗下，你屋企上堂。透過個電腦上堂，阿媽焗緊麵包啲味好香啊！諗下，咦，琴日有啲薯片我未食完喎。嗱，你喺學校度，你諗呢啲係多餘。唔係，因為你個環境會影響。係啦，咁所以其實實體係重要，即係譬如話有啲學校會俾個學生好投入嘅感覺，就係話，哦，入到去之後我係
真係擁抱到個學校嘅文化噶嘛？我學喺屋企上完一輪堂，係點個投入學校文化啫？尤其是如果你講活動教學，更加係啦。我活動教學變成網上活動教學第二樣嘢嚟噶嘛？係咪先？我尤其是譬如科學堂咁樣，你做嗰啲實驗，你喺個熒光幕睇，係真係唔同你真係落手落腳去即係掂你劏牛眼，你睇劏牛眼同你真係劏牛眼第二樣嘢。我就聽翻嚟，大學都會咁做嘅。某啲課堂咧就真係可以用網上教學，但係某啲實驗啊等等嗰啲工作咧就真係要翻翻去大學嗰度進行㗎啦。咁啊睇下你讀咩科。甚至乎有啲外國嘅學校咧，去到再盡啲咧，就用即係一個學期嘅時間咧，直情教啲學生網上學習嘅技巧啊，教埋拍片啊。嗯，直情你反正都對住個熒光幕啦，我咪教埋你點樣 key 嘢落去啊，教埋你用 green screen 啊嗰啲咁嘅嘢咯。我喺呢度唱一唱，我自己呢個純粹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啦。我係阿校長，你第一次嚟，但係我喺個節目裏邊咧，由開始第一次到而家，我哋講同一句説話，就係我係一個非常之唔係咁欣賞互聯網嘅人。嗯，因為我覺得個互聯網我同你係老友嚟嘅。啊，真係真係好，我哋咁樣撞一撞先。因為 我自己覺得，當一個年輕人佢長時間逗留在互聯網的世界裏面，他如果一離開了互聯網之後，他真的很大程度上他熟習不到應該怎樣適應所謂的 reality world。 其實呢，如果你網上世界過於去即沉迷，或者你我哋睇到咧，過去一段長時間，香港各大學都係嘅。就嗱，而家疫情反覆冇得講啦。但係咧係有段時間已經係零感染好多好多好多日㗎啦。但係咧，大學都唔肯去恢復翻咧，係嗰個實體教學，係直至到話要九月先啦。我係不以為然。因為咧，你網上教學同埋實體教學咧，其實就係兩個唔同嘅教學嘅即係親切感嚟嘅。咁如果你長期以嚟咧係咁樣嘅話咧，虛而變咗真實咧，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咁喺外國好多經驗咧，就我所知啦嚇，我有限嘅識見啦。譬如加拿大有啲嘅省份啊，芬蘭有啲嘅地方啊，其實佢哋用一個咧，我哋睇嚟好似咧又係違反咩言論自由啊，違反咩嘢嘅自由？佢哋係點樣咧？佢係唔俾學生咧係用手機嘅。就起碼喺學校嗰個段時間裏邊，我哋十年前嘅校園咧係咁嘅，即係以前僆仔睇電視，咁就話俾你聽，今日阿爸俾兩個鐘你睇，做曬啲功課先睇得。即係我諗，即係我或者唔係完全 appropriate。你而家好簡單，我哋今日大家坐喺度，我覺得好有親切感啊嘛，啱唔啱？咁你話而家我哋網上都得啦，不如就咁樣去做啦。咁已經係我覺得失咗嗰種嘅。即係嗰種嘅人氣啊，嗰種嘅親切感啊，教學有陣時咧最緊要係有即係互動啊，會接觸啊嘛。校長，你講到互動咧，我又想請教一個範疇咧，就係家校合作，因為我哋比較緊張係家長嗰個範疇，因為其實學校咧依家我哋好多家長係好依賴學校去教好個細路仔，而實際上面對依家呢個社會環境、疫情啦、係政治啦、社會動盪啦，其實好多家長都唔知如何自處嘅。咁喺個疫情底下，其實老師面對好大嘅壓力，咁能唔能夠兼顧到家長呢部分，或者係拖住家長手，等佢哋大家一齊重新適應個新常態咧？我教學咁多年啦，我見咗唔同嘅級別嘅家長等等啦，我就唔係幾中意家長有一句説話咧，成日同我講嘅，都唔單止即係唔同嘅學校都有同一説就話咧，你哋所講嘅説話咧。係一句好過我哋講一百句啊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我同佢講話唔係嘅，即係咧就血緣嘅關係，大家佢即係呢點係冇得取代嘅。我話你真係唔好講呢句嗱。今次咧，我呢個疫情咧，大家睇到啲電視嘅報道啊等等啊，有啲家長啦，即係哇喊曬咁嘅口，我就嚟發癲㗎啦！我對住佢日日對夜對。
喂，你日對日都，你應該係咧珍惜呢個關係，有得日對夜對，啱唔啱啊？點解唔係應該有得日對夜啫？嗱，就我所知道，譬如新加坡或者日本，佢哋係有政策咧，係鼓勵咧係全職嘅媽咪嘅嚇，咁就亦都有法例咧。日本我就比較清楚，我哥哥啲仔女喺日本受教育嘅，佢哋都有法例咧，學校一年有譬如一兩日啦，要家長嚟啊，就必須要有個親子人嘅，咁然後大家點樣探討教學方法啊咁樣，咁我覺得今次疫情咧都我覺得啊，俾家長教育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磨練啦，我覺得係咁樣啊。咁我諗對家長嚟講咧，就日對夜對，其實只不過係將佢一啲問題咧拉近咗嘅啫，係咪？本來你每一日可能放工翻嚟先對，咁只不過而家就將嗰啲時間累積咗，咁你啲嘢咪瞬間放大咗咯，都唔係淨係對你個仔女嘅，係咪？有好多對屋企人，你日對夜對，原來佢咁樣嘅，係咪？或者原來佢喺網上學習嘅時候，佢先知佢嘅仔女上堂嘅時候對住啲老師對住啲同學嘅態度係咁嘅喎，咁。其實嗰啲嘢可能你平時同佢多啲溝通，或者真係問多啲佢喺學校發生啲咩事，你都會知嘅。不過而家就因為有咗互聯網，佢唔需要翻嚟同屋企人講嘢啊嘛。好多時候翻到去就可以有自己個世界同自己班朋友仔傾偈啦。咁而家只不過係放翻嗰啲嘢出嚟啫嘛，逼你去面對翻呢啲嘢啫嘛。有啲嘢我哋成個社會都要面對㗎。咁嗰啲係乜嘢咧？翻嚟繼續同阿何校長傾啊！好啦，咁上半場就講咗，即係冇得唔面對啦，包括疫情啦，包括網上教學啦。我就覺得唔好同我講話咩令到我網上教學好痛苦啦。你應該一早就要準備好網上教學㗎啦。疫情只不過係逼你話，如果你墮後咗，你追翻嚟咁解啫。咁而家你應該慶幸你有個機會逼你追翻啦。但係有個課題就一定要問啊何校長嘅，咁就係有樣嘢又一定入咗校園㗎啦嘛。你同我講話唔想佢入校園，但係佢入咗咁點搞咧？咁你政治入咗校園㗎啦嘛，即係唔希望政治入校園，你唔希望唔等於佢冇入到啊？個事實就係入咗落去啦。咁而家政治所謂入咗校園，你係點解讀呢句説話嘅咧？其實係老師啊、學生啊，同埋佢哋做緊嘅運動啊、活動啊，究竟係點理解呢句説話咧？我自己睇咧就。即係政治咧，係即係眾人嘅事嚟嘅。可能我細細個讀孫中山先生嗰句説話啦。我覺得就又唔係洪水猛獸嘅。咁不過咧，我就覺得咧，我哋要講無論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其實你要講政治，同樣都要講經濟，都要講文化啫。我覺得講乜嘢都好，我自己比較有。有一個方法，或者我教咗三十幾年書咧，我都係沿住第一有五部曲嘅。第一步咧，你講政治又好，你講經濟又好，你第一要個擺咗個事實出嚟先。你唔好咧，你自己個人嘅政見咧就當係理想，你個人嘅政見咧就係當咗即係全世界政治都應該要咁噶啦。咁唔得嘅。依家係將個人嘅幻想當事實。係啦，嗱，咁我覺得第一咧就係擺事實，然後由嗰個事實裏邊咧，然後咪大家講下道理。啱唔啱啊？咁然後咧，第三咧先至講你個感受，之後説感受。咁然後第四咧就由2009年嘅時候咧，雖然我係有啲不以為然嘅就通識教育咧係強調所謂嘅 critical thinking， 但我認為咧係應該做叫做明辨性嘅思維，即係邏輯辨證。即係第一係首先事實。第二咧係要原來落嚟有道理，跟住你可以人嘅感情同埋你個感受啦，啱唔啱啊？第四咧就有個邏輯辯證，即係翻兜翻你嗰個事實係咪都真係事實先，啱嘛？啊，最撈尾咧，我覺得咧，無論係政治乜字都好咧，特別我哋中學嘅階段又好，乃至到大學階段也好。我覺得應該是向前看的，就不是咧你樣樣嘢，即係老實講，譬如你講到中國咁樣，喂，除咗唔好嘅嘢之外就冇嘢啦，咁唔得噶嘛，啱唔啱啊？咁我哋講政治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係哦，喂，事實上帶出嚟咧，啊，佢有邊啲嘅好，有邊啲唔好咁樣，咁我覺得係應該咁樣去講政治咯。OK， 即係我係揾咗長長，好同意。咁睇下可唔可以講下俾我哋聽，即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你覺得其實而家個教科書講到某一個階段嘅歷史就唔講咧，咁呢個有冇空間咧？又或者如果
係你可以講幾句説話，你覺得目前呢個狀況你有啲咩意見咧？我自己覺得咧。你問到歷史啦，我就成日記住咧，係一中一西嘅嘅説話咧，係司馬遷所講嘅，就係通古今之變，然後你先至可以咧係成一家之言嘅。你本身你自己事實就一知半解，咁你唔得噶嘛，即係係嘛？咁另一句有句我哋英國嘅卡爾咧，即係卡爾呢講嘅説話咧，歷史係啲乜嘢咧？歷史就過去同現在永遠冇 ending 嘅對話。咁然後咧，我係加即係加句嘢落去啦。呢個我自己加嘅，一定唔係話整足。就呢個嘅對話咧，係會啟導咧，係未來一個嘅，即係無論你係小到做人做事啊，大到國家大事啊，嗰個嘅參考嘅。我覺得我認為咧，就應該係咁樣去面對咧。就你就算去講我哋講中國嘅近代史。當然你唔係即係六四我哋要講嘅，我哋呢個文化大革命我哋要講嘅，喂，但係與此兩辦啫嘛，但係與此同時，喂，我自己讀歷史知啦，即係文化大革命係當然係有佢好失誤嘅地方啦，但係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四十年。你睇下我自己睇唐宋元明清嘅歷史，唐代我哋有所謂嘅貞觀之治啦，講到係咁偉大啦啊！但係咧，我哋睇翻啲文獻咧，我哋原裝出西域嘅，跟住翻翻嚟寫嘅日記裏邊咧，好清楚記錄咧，其實喺西面一路都餓夫遍野，死人唔少嘅。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去比改革開放四十年，確實係我哋話究竟後有冇來者，我哋唔敢講。但係咧，如果你相對於唐宋元明清，乃至到你一路推翻上去，我覺得都一個好即係好偉大嘅時代嚟嘅。咁當然我覺得咧就係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咧，只有喺國史嘅長河裏邊咧，先至有。國學可知，國學即係中華文化可知。你都唔知道春秋戰國，你點知道有百家爭鳴咧？啱唔啱？咁我話國史嘅長河裏邊先有國學可知，亦都唯有喺國史嘅長河裏邊咧，先有國情可述。嗱，呢度三國咧，就其實即係等於國民教育，並唔係咧有一個國民教育科。咁樣出嚟嘅，而係咧，我話國民教育嘅根本咧係在於咧係國史教育，而係國史嘅長河裏邊咧，就你點解你響即係西方佢哋咁重視自己嘅歷史咧？你我嗱就我都係有限嘅識見啦嚇，就美國一啲嘅軍校咧，你要想升軍官咧，你本身要讀翻一個學位係歷史嘅嚇，咁我覺得係咁樣去睇咯。但係佢個歷史好短啊嘛，因為短啊嘛。我哋啲語堅咧，佢短咧咁嘅，佢短咧唔係在乎呢個長短，而係在乎於咧佢重唔重視，係個重心，在乎於咧佢會唔會即係話我要呢一嚿又唔要呢嚿，啱唔啱啊？咁我覺得嗱，我成日我覺得喺香港咧，我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OK 做得好，我哋都個真係一個起碼我覺得係一個法治中心嚟嘅，但係我哋好有條件咧，我哋冇政黨嘅包袱，我哋係東西文化匯聚，可以成立一個咩？係真係個國史教育嘅中心嘅。我就一路都覺得香港係喺呢方面係好有充分嘅土壤啊嘛。我哋你就算喺台灣、喺內地，你冇法子做到好似香港咁樣咧，係講我哋國家嘅歷史嘅。你咁樣呢個計劃就等於2020年嘅太史公嘅諗法。咁我話要學習啦，即係我覺得嗱，即係周星馳講得好有道理啊。佢話。喂，人如果冇理想，就好似鹹魚一條啊嘛。咁如果我哋無論係你哋做傳媒嘅，無論我哋教書嘅，我哋搞國史，如果你冇一個嘅高遠嘅理想咧，咁係唔得噶。當然，我哋會唔會流於假大空咧？咁樣，咁呢個由我哋自己係做好佢。校長，但我想問你嗱，你頭先講理想啫，但我真係想講翻個現實，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校長又好，學校裡面其他持份者又好，有個好大嘅責任同包袱。頭先都講到啦，喂，你唔想佢嚟，有啲法例都嚟咗噶啦，已經成為一條本地嘅法律啦。我都冇講其他啦，譬如話就以國歌法為例，嗱，暫時未有真實嘅案例啊，未有真實案例。喂，有朝一日真係翻咗去實體個學校環境，喂，真係有啲學生某一種動作涉及係咪侮辱咧？咁嗱，校長又有決定，老師又有決定，甚至乎局長都講咗啊嘛，學校搞唔掂你報警啦咁。喂，其實。
如果真的去到你面前，呢些問題怎麼處理？又包括了譬如講啲知有啲課堂後面有啲個壁布板噶嘛，啲學生貼了很多，即係佢自己的創作在度。喺新法律底下咧，好可能係犯法嘅。咁學校可能都需要移除嘅喎。呢啲問題點解決呢？我就呢個問題咧，因為仲有分零鐘，我未必講得完。咁今日可以下一次盡量一陣講。我會同啲朋友或者同學或者老師分析呢個問題。我話究竟點解要有國歌法，或者點解有國安法，整個國歌法先啦。喂，你過去嗰幾年裏面，我哋話咧係即係一國兩制之下咧，就兩制個個都歡天喜地。但係一國嚟講，我哋又自己問公道啲講，我哋尊重有幾多先？喂，你大學畢業禮，你都係當奏國歌嘅時候，你得住身，定轉身係咪？然後跟住咧，喂，我都好中意踢波㗎，我都好中意睇波㗎。喂，你而家係做球迷，唔係你做港獨迷啊嘛？啱啱啊？哇，咁你就串連住又粗口手勢又成咁樣，咁國際足協咧都罰到足總趴喺度咯，啱啱啊？係咁樣。有呢個國歌發出嚟㗎嘛，啱嘛？咁同埋嗰個國歌本身係唔係一個黨嘅歌嚟㗎嘛？係我哋1931年918事變之後，即係民族嘅苦難而係創造到呢個當陣時嗰個歌曲㗎嘛，抗戰歌曲㗎嘛。咁點解唔要尊重先？好啦，但係事實上你真係成個社會係咁樣，有部分人係完全唔尊重啊嘛。咁咪所以有國歌法啦。但係咧。國歌法點樣學校點樣實行呢，我就可以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唔緊要，夠時間嘅，講埋先。我自己最好就唔係，最好就唔需要法嘅。坦白講，但係問題你而家咁嘅嚴峻情況，係我覺得法呢樣嘢包括三個階段嘅。第一個因為懼怕而守法，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話因為明白嗰個嘅法律而去守法。第三最好就係樂於守法。如果你知道嗰個國歌嗰個嘅即係民族苦難嗰個嘅嚴肅性啊，嗰個火鳳凰，然後有呢個歌曲出嚟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樂啦。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嗱咁，但係喺學校裏邊咧去執行又真係唔容易。我用我自己的經歷啦嚇，咁呢個經歷咧就係唔係而家咁政治狂飆嘅時候啦，十幾年前我自己個欄都有寫到嘅，就有一次我哋7/1/11/11之後嘅翻學咧就一定係升國旗嘅，咁有一次咧咁有個方温仔咧就喺前邊，咁啊升國旗嘅時候咧。咁好快，我哋五分鐘之內升完國旗嘅啦，包括國旗下嘅講話，五分鐘之內。咁有個方敏同學就佢唔單止係即係好明顯，因為我喺下面睇到佢嘛，佢就好即係不以為然嘅，仲嬲隔離嗰個企得即係行注目禮啊，企得好斯斯正正嘅同學仔嬲，不斷嬲佢傾偈，嬲佢傾偈，係嬲傾偈。嗱，咁我哋有個講，我講古仔係技巧。咁跟住點咧？跟住好廣告翻嚟，即係所以我都即係佢高翻啲。咁跟住點咧？我哋賣廣告先。好。睇得多後生仔傾咁多偈咧，就不如聽下校長講嘢。好緊張啊！緊張，嬲佢啲偈。因為頭先就故事就講到方温仔傾下偈啊嘛。係啊係啊。但係嗰陣時係。升幾多升旗有關係㗎嘛？係嘅，點處理？點處理？係好敏感嘅問題啊！但當時我一啲都唔覺得敏感啊！咁可能有個法，可能更加敏感都未定啦。今日啊，咁我當然等成個星期禮完畢啦。咁然後咧就如貫咁翻上課室啦。咁我咧就叫咗呢個方敏同學咧就去我個辦公嘅地方啦。咁同佢傾，咁我問佢啦，喂，點解你咁啊？咁樣咁佢就咁講，佢話：，喂，點解你哋啲大人咁麻煩嘅啫？使唔使咁樣奏完曬國歌先上到去咧？嗰支旗，你按個電掣上落去一撳，啫一聲咁咪得咯。即係佢當玩遙控車咁，一撳即刻飛上。因為我哋星期係咁嘅，我哋星期咧就係有呢個校旗。有區旗有國旗帶領，咁咧就我哋都好清楚咧，你既要尊重國家，同樣尊重香港，亦都要尊重學校咁樣嘅。咁我話：咁你點解即係唔尊重國家咧？或者你唔中意國家咁，但係你點解唔尊重區咧？點解你又如果你唔中意，點解你唔尊重學校咧？等等啦，同佢講一大輪咧。佢話：我唔係個諗得咁複雜喎。我就覺得係慢嘅喎。咁當然啦，咁佢但係呢個。不牽涉到什麼民族大義的，
咁但係佢的確係違反咗咧，即係一個尊重。咁我唯有當陣時我點同佢講咧？我話咁啦，嗱你翻去咧，你寫篇800字嘅，即係國旗嘅來源。啊，同埋國旗禮應該點樣？咁你咧一個禮拜後夠唔夠啊？唔夠你就俾我俾多啲時間你，佢唔使啦，就三日得噶啦咁樣。好快噶嘛，因為佢好快就答案啊嘛佢。咁佢唔可以抄，因為咧我好清楚。哎呀，我啱啱你講咗先。啊，咁我介紹埋本書俾佢睇添嘅。啊，咁我覺得咧就嗱，如果日後處理喺學校裏邊咧處理一啲嘅即係國歌法或者國咩？你國歌同國旗基本上是一體嘅，你好難分開嘅。國家象徵咁當然啦，我哋嗰個事先嗰個嘅即係特別係嗰個意義喺邊度咧？點解要行注目禮咧？國旗代表咩咧？特別係嗰個精神嗰個象徵咧。但係精神咧就係一個好抽象嘅，你點樣具體講到佢明咧？咁呢個要花技巧咯。喂，呢個好難嘅，始終學歷史咧，頭先阿校長講到要通古今之變啊，我哋由變同常講，其實你仲有個常，個常就係乜嘢咧？個常就係再之前嗰句啊嘛。你要救天人之際啊。而你救天人之際，你就要明白個道理係點啊？你點期望一個即係小學生、中學生明白個大道理咧？其實你要教佢嘅真係要。所以唔好意思，我又翻去賴個互聯網，互聯網嘅文化又簡單啫嘛。Copy and paste， delete and save， 冇嘢嘅中間，佢係唔尊重，佢或者根本覺得過程重要，佢要答案。但係過程，對唔住，我希望我唔係畫蛇添足。其實個過程就係培養你去了解嗰件事。再希望進一步係令到你尊敬成件事嗰個咁樣嘅所謂推進。喂，但係小寶 Sir， 我又同你拗下喎，又唔係淨係互聯網喎，你中間夾咗一層叫老師喎，係咪？即係我諗啲家長好多時候都話你聽老師講啦，但係有啲老師都可能即係對於國歌啊、國旗啊、國家啊，佢另有睇法，佢個睇法好強烈噶嘛都。嗱，不如我打蛇隨棍上，我打隨棍上，我想問一問校長，其實而家你覺得學校同個政府嘅法例嘅關係係點嘅咧？尤其是老師，我覺得咧係有需要咧，即係我頭先講咧，你唔急得嘅。亦都唔懶得，意思即係話咧，你要即係話從頭即係大家上一堂咯，即係響嗱我哋學校裏邊咧有三日叫 staff development day 嘅，咁其中一日咧，我覺得我建議咧，全香港都應該有呢一日嘅，就係話咧係同老師係點樣嗰個好簡明嘅即係國家嘅歷史係點樣，國歌係點樣誕生嘅。裏面不是想象中咁樣係某一個黨所屬的當陣時係嘛？我覺得其他地方的國歌是點樣咧？係咪即係你甚至乎可以拍一啲嘢？就我所知道咧，你喺美國又喺加拿大很多嘅省份咧，佢日日升旗㗎。咁然後咧，跟住咧，啲細路喺我校門口咧，如果奏起樂升旗咧，企喺門口唔喐得㗎，全部都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咁呢啲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先至係咁樣嘅。我覺得咧就其他地方咧，香港人比較係即係對西方嘅價值比較係偏向啦。咁你咪攞翻呢啲例子同。喂，但係嗰個知，我覺得佢哋老師。尤其是老師是知道的未必唔係即係有當佢知啦，係可以當佢知，或者甚至乎你俾資料佢，佢願意去吸收啦。係，但係佢呢度唔肯接受。係，呢個落差，如果係老師就好難啦，一佢負責去教人，你仲走去嘗試呃嘢落去咧，佢可能個對抗力好大。我就補充少少嗱，知咧都係有，究竟你知20分啦、40分啦，定還是60分啦？都是有分別的喎。嗱，我覺得就我覺得呢個知嗰個嘅面積咧，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加闊翻對老師。你試下問，即係好多佢都真係未必知道咧，國歌的來源是怎樣的。但最慘是咧，即係你哋提供的專業培訓裏邊提供的資訊。跟他在外面接收的又很不同嘛。我覺得就外邊怎樣我們就是也都沒有權干預，也都是控制不到，但是我認為呢在那個的剛才我說
國史、國學、國情呢個三國嗰個知，然後跟住到情，跟住到義，跟住行啦。而家成個香港學校嘅教育裏邊咧，係就算老師嘅層次都遠遠不足。嗯，我覺得就唔好理外邊點啊，我哋自己哋即係教育局，你點樣係能夠喺呢方面係正視翻呢個問題咧？咁樣係咪啊？咁我覺得就呢個係責無旁貸咯。咁當然作為校長，作為老師，我覺得都嗱，你唔單止國歌，國歌法，譬如話國歌同埋國旗係不可分的，我想只是這句說話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它裡面內容，再加上你說、現在有國安法，國安法是不是真的這麼十惡不赦呢、樣還是有國家言呢， 有國家的體制都是有國歌法呢、我覺得未就大家是剛才我所說的擺事實講道理說感受明思辨向前看咯，大家要有一個的有一天，我覺得未在呢方面去講咯，係啱啱啊？頭先講係有變嘅，國歌法嘅國歌係點樣嚟咧？個常就大家互相尊重，大家係即係守法，大家和平，呢叫常態啊嘛。而家有陣時就成反常嘅。喂，但校長，你話退休日就可以喺呢方面進修，但係退休日全年得嗰幾日，好多嘢要學啊，好多嘢適應喎。唔係，我覺得咁啦，我又覺得咧，香港大部分老師咧，我覺得嚇都係。講道理嘅，大部分咧就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即係話想當然啦，以為佢知道呢啲道理或者知道呢啲常識。嗱，何漢權，我真係問你啦。七月一號當日，警方喺銅鑼灣拉咗257人，有四分一係老師加埋學生嘅。嗱，呢個數字你可能話係咁啱嗰日啫。唔係，我咁你聽到呢個數字，你有咩感想？所以我咪覺得頭先大家提出呢個問題，就真係嗰個三國定理咧，國家嘅國啊。我覺得係要即係大家一齊即係真係從知情。意行去，即可能喺唔同階段要做咧，即係話學生嘅階段、學習階段已經。你係由幼稚園嘅老師開始做㗎啦。你入教育學大學嘅時候，可能又要學，即係各個階層裡面都要加入去。但好似國安法講，港區國安法第九、第十條，係都係有涉及呢樣嘅喎。係㗎。有咩意見啊？我覺得係即係大家都有責任咯。我覺得。就第二咧，就算你如果從國安法你去對應翻咧，響基本法嘅第一條，同埋好似係第十一條啊，如果話第一條就肯定嘅，即係第一條就話香港特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一部分，呢個係一定要即係第二另外一條咧就話佢係可以咧係有佢嗰個充分嗰個嘅即係一國兩制，又講到兩制嘅咁我覺得兩樣一平衡嘅話咧，而且兩個都要知咯，你唔能夠要一條唔要一條噶嘛。我又嘗試即係嚟拗下啦。咁老師可能會覺得，喂，我依家係充分行使我喺一國兩制底下言論自由，帶領我學生衝出校園，關心社會喎。咁點睇？我覺得咧，老師有言教、身教同埋心教。我覺得咧，你唔能夠話喺學校裏邊我做唔可以做咩嘢，喺出邊又可以做咩嘢。然後你帶到學生，如果係犯法嘅話咧，係絕對唔可以嘅。我諗我都好似你之前講過㗎啦，就算喺美國嘅教育制度裏邊咧，或者美國去到最高法院嘅案例裏邊咧，教師嘅行為，包括佢教啲咩嘢啦，選擇啲咩教材啦，問啲咩題目啦，其實咧都係同個學校係有密不可分嘅法律責任嘅。係啊，同意啊，因為呢個都係學校要承擔嘅責任嘅，同埋你要即係證明點解你一定要用呢個方法教嘅。咁。如果真係唔知嘅，咪由知開始做咯。知咗之後，你再有嗰個感情，再有嗰個反省咯。俾我最後講一句好冇？個知嗰度我哋講得好清楚。咁我哋希望大家唔好做一樣叫做明知故犯嘅嘢。講完啦。好。